幸福克罗埃西亚，今天是第五天，来看一下布鲁诺尼克的夜景，非常的漂亮。嗯，哇，这是晚上的杜夫罗尼克，很多的团体大概只有待到白天，可以看一下晚上的夜景，真的有不同的夜貌，非常的古典，古色古香。老大，这个是守卫这个城的一个城堡的君王。也是皇室贵族，上面就看到一个大炮的部分，采用罗马式的建筑，里面也是可以进去参观的部分。这个钟的部分也是更有特色，每五分钟会旋转一次的部分，所以可以看一下上面是威尼斯设计，这是市政厅。现在呢，不是，这是海关，不好意思，是海关的部分。哇，这就是整个杜夫罗尼克的部分。那这是整个教堂。哇，现在时间是6:35。